大家好，我是野人迷魂回来暗黑破坏神二。那开始之前，一样跟大家宣导一下防疫期间，请大家戴好口罩，勤洗手，出门务必保持社交距离，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这非常重要，所以不断的跟大家宣导。那我们刺客的地狱征程也终于来到最后一个步骤了，对，没错，就是我们的母牛光。那母牛光打完之后会稍，应该说今天这一集尾端的时候会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接下来暗黑破坏神2的可能一些的进度，会跟大家讲一下。那我们这边先开始。对，我们先开始母牛光吧。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冰神秘母牛光 ，Let's go！ 太多了，太多了。对，那是以佣兵直接就被搞爆。这边稍微清场一下。对，这边要稍微清场一下。太夸张了，这几波牛啊，这四五波牛吧。太多了。
am overburdened. Move. No.忘记补水。Boom, boom, boom. Oh.
carry anymore. I am overburdened.Move.
木木木木，妈的，母牛光是很可爱啦，这他妈的围起来还是很恐怖的呀，对吧、啊？那个牛围起来不是开玩笑的、啊，各位。真心不开玩笑。对啊，因为开场就被围死好几次，但不是我死，是我们的佣兵一直死，但也是死啊。牛，没错，黄木牛在这里面。又要被围殴喽！先清，对，先清塔。
不到啊，听不到。对他实体攻击一无效，我就听不动了。我来瞧一个角度。对，我刚刚在瞧一个角度，希望我能够在不碰到闪电的状况下踢到他，但实际上是没办法的。然后给我们用命拖吧。哟，用命戳掉了啊！真的，用命戳掉了。那影子去扛伤害，然后佣兵戳爆啦 ，nice。嘿，过来喽！猫猫猫猫猫猫猫，死啊你！What？ 啊，好，抱歉各位，刚回去没有整理包包。哦姆姆。
哦，杀人啦！又是一票牛。 我一个母牛关也打很久呢，我。对。 主要是一卡车的那个牛真的是太痛。 对，一旦多起来，哇，这个威胁真的是很恐怖的。对，他们有好好继承铠甲牛的遗愿，你知道那个意志，你知道吗？妈的，主要是牛又很硬，对，特别是围殴起来的时候，对，那个整个不是开玩笑的啊。 所以各位应该有发现，在最后的时候，我终于换了这个四连踢，对。
我到最后的最后才知道，原来我们的五翼刺客啊，最强的得单体技能是得招，就是如果不拿双爪的话，这招是最强的得密语。对，我到现在才知，就是到最后才知道，所以在踢巴尔的时候会比那个什么守护者三巨头还会轻松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对，其实巴尔也没有到很轻松。对，可是真的就是，如果三巨头也是用四连踢的话，那整个战局就不一样了。对，当时打的战局就会有很巨大的差别。对，真的会有很巨大的差别。对，这个四连踢真的是屌炸天啊！单体，对，可是它就限于单体。就刚刚各位看到我要突围的时候，我会立马切回神龙摆尾。对，就是要用扩散去突围，否则被围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然后暗影披风也是很勤劳的一直在开，因为被围起来是真的很恐怖。不过话说着说着，我们牛牛也踢完了，对，应该没了啦，对，看起来没了。不过旁边似乎还有几个落网之鱼。对，好啦。那我们刺客的地狱征程正式结束，对，正式结束了，对，正式结束，已经没牛了，没牛了，哎，五牛也踢掉了，对啊，五牛也踢掉了，没了，没了，没了。好，那我们刺客也终于是正式结束了，万劫撒花，开心哦！妈的，玩得很累，你知道吗？因为这是毕竟是我第一次玩近战，所以玩的真的是很差。然后加上也是第一次玩刺客，对，没有像法师一样，至少还有一些眼。以前还玩过，主要都玩法师，然后亚马逊比较简单一点，弓马，对，弓的亚马逊还比较简单一点，对。可是到了刺客就很有，真的是有一些复杂了，所以玩起来是真的还蛮烂的，玩得很烂啊，这是真的。对，如果没有靠前面几只法师跟亚马逊铺的路的话，基本上打不起来，真的打不会打不起来。对，地狱模式真的是硬扛过的，死一直死一直死一直死。特别是到铠甲牛那边跟那个女妖那边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无解。不过我们正式结束啦，对，没错，我们地狱模式正式结束。那这边稍微聊一下，就是目前的进度是有可能啦，我先说可能性，就是到时候下各位一看下一支影片就知道了。对，就是有可能是没意外会开圣骑士，对。然后一样是旧版的，玩旧版的，因为毕竟旧版我这边玩的是单机，然后也囤了很多的资源。对，那浴火重生的部分也会去玩，对，因为我哥有找我去玩。对，如果他真的买了，然后也有其他的人，如果我哥这如果没买，有其他人找我去玩的话，我也会考虑去玩啦。对，就是线上的也玩，对，那单机的部分还是会玩。对，因为主要单机是这边东西多嘛，然
然后又有 mod， 最主要是有 mod 啦，有 mod 的协助其实差很，真的差很多。那回去玩浴火重生的话，那等于是我所有的 mod 大包包跟银行是没有，已经没有了。对，这部分我可能会考虑一下，不过没意外的话，浴火重生是会去玩的，因为我哥已经说会玩的。对，那就再看看咯。对，如果真的会的话，浴火重生玩的同时B 二旧版还会不会再玩不清楚，就是目前已经跟各位讲，圣骑士没意外会开启新的旅程，但是浴火重生如果确定过去玩的话，那圣骑士的路线可能会停掉，因为毕竟现在是封测嘛，封测结束后，公测只要正式开放，我就有机会很高的概率会去玩，对，不管玩的久还是玩的不久，对。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刺客之后的剧情，刺客之后的影片有可能会怎么出？对，我也有可能会玩别的游戏，不过这个几率应该是蛮小的。不过再看看啊，对，再看看好不好？因为毕竟我实况就是实况的影片已经，应该说实况的游戏已经拍了差不多。那我现在手上其他不是实况的游戏，要拿来录影用制作影片来发的话也有，但不多，我可能要研究一下。对，所以这一集就先到这边，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对，真的很谢谢刚开始我玩暗黑的时候有不少大大跟我讲到底要怎么玩会比较好。对，然后也很谢谢大家的，真的是很谢谢大家的支持，否则我地狱模式真的是推不掉。对，依照我的能力，个人能力推不掉，真的很谢谢大家。哎呀，嗯，好啦，那今天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啦，谢谢大家观看。那有什么想看的游戏，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那喜欢我影片，帮我按赞加订阅。那我们就下期见，啵啵。